向上进，向前看，发力啊！那今天晚上啊，我们训练之前要跟大家这个讲一个事儿啊，就是最近网上也比较流行，从美国是吧传过来的啊，是一个这个慈善的啊活动，也是冰桶活动啊。大家在这个参与的同时啊，尽可能的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啊，不要说忘记了这个捐款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是吧，在这个训练之前，我也跟大家这个提倡两点啊，一个我们还是要。是吧？因为在封闭训练，大家还要防伤，那更多的是捐献一份爱心，啊，能够积极的参与当中。啊，这个今天呢，是吧？我也挑战三个人，啊，第一个挑战孔令辉，是吧？也希望是吧，孔令辉能够把这个公益事业是吧，传到女队去，带领更多的女队，大家共同来参与。第二个是吧，我这个挑战黄彪领队，啊，也希望他把我们后勤保障团队啊，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公益事业当中。第三个是吧，我这个挑战一下是吧，我的这个宝贝女儿是吧，莹莹依依啊，也希望他们从小啊能够有这样的爱心，能够用他们在小孩里边在幼儿园是吧，也能够带动大家积极的这个参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吧结束以后，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是吧来表达是吧对公益事业的热爱。好，训练开始。好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浩，我愿意挑战冰桶计划，在这里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渐冻人的健康，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得到康复。在这里我也邀请马林、王立勤、陈庆，希望他们也能够接受冰桶计划的挑战。挑战冰桶，捐献爱心，点亮生命之灯，传递爱的接力棒。我是张继科。下面我要把接力棒传给丁宁，希望把你身上的正能量传递给大家，加油！